我从小就特别特别倒霉，特别倒霉。但是你看我，看我现在，我不是还是一样，很快乐吗？我小的时候啊，很不快乐。我爸不喜欢我，我就一直很想弄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我。难道我就不是亲生儿子吗？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。你比陆西城好多了，他天天就是臭着一副脸，好像所有人都欠他钱一样。我遇到了所有人，都不喜欢我，都喜欢他。我喜欢你。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，是那种喜欢。所以说呀，我爸从小就不喜欢我。你能明白我的感受了吧？喜欢就喜欢，还分那么多种。我问你啊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倒霉吗？我告诉你，都是因为我，就是因为我太倒霉了，才连累你也这么倒霉。我反省一下啊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小优，小优，小优，能够遇到你，是我最大。怎么办？嘘，要不要给露露打电话，让露露接她回去，让她早点睡吧。